张子涵啊。这么准吗？这边给到罗志豪、赖宇航，空位能不能还一个 ？Three， 看了，还了一个。子涵防守。这边白鑫抢断成功，非常聪明的一个动作，把球打到李冠阳身上，造成出界。好的，罚球，好球，好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